去吃饭吧。好吧，我已经等不及了，咱去哪儿吃啊？今天带你去一个高端场所吧，高端会所。就是前段时间咱不去吃过一次吗？怎么又请吃？那是之前啊，今天我要带你吃一个更好的。这样子吗？我就是要让你知道，你之前的付出是有回报的，有些人是会心存感激的。OK， 让我非常感动。我希望你在以后也能更多的能够帮助到别人。好的，我一定会的。好、哦，这是啥？骨茎，兔肉，来一份。这小孩能吃吗？你在逗我玩吗？好，这是高端餐厅。看高端餐厅的杯子啊。这个道口。三个碗一个。好。这个叫啥汤啊？陈皮绿豆桂花羹，一定要顺时针搅动9981次才能吃到最好的陈皮绿豆。我怎么感觉你搅好了之后都变成水了？一人先喝3碗，3碗不过冈。来，高总，敬你一个，祝你在下一个工作里面顺利。好的。真的对你。这辣椒不错，很香。这个是带鱼吗？对，土锅带鱼。我一天点汤吧。这一勺下去最少10块钱。太腻了，有个笑。可以来讲一下这个用餐感受啊，毕竟是第一次来这个高端餐厅，这个整体来说还行吧。我感觉就是那个什么骨髓差强人意，猛一看别人的感觉就像是有点假。感觉它那只是一个单纯的容器，那个骨头我感觉就像一个模型，就像是做出来的一个模子，然后那个骨髓呢，然后又和这个骨头没有什么关系，感觉两个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，然后放到一块儿了。